开心，朋友啊，咱做伙行分歌，唱无少。2211次例会，例会开始，请社长民众开会。请全体起立，唱《囫囵颂》。朗读《囫囵》四大考验，我们所想所说所做的一切，应事先扪心自问：一、是否一切属于真实？一、是否一切属于真实？二、是否各方得到公平？二、是否各方得到公平？三、能否促进亲善友谊？三、能否促进亲善友谊？四、能否兼顾彼此利益？四、能否兼顾彼此利益？介绍来宾，首先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讲者，我们的 Eric， 还有我们的 Benny， 还有我们的 Lee， 还有我们的第三分区助理总监 Saki Two， 大家好。还有副助总监 Land，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优良健身的专员，我叫 JJ。哦，还有我们 JJ， 那请介绍到贵宾，原地起立，让我们为你唱欢迎歌。社长报告。好，各位贵宾，各位朋友，各位会员哦，各位四位这个讲师啊，哈，今天请到园林哦，真难得哦，今天的跟疫情的关系哦，啊，拄好有一个，起码有开放那个降到二级啊，啊，今天咱用食便当的方式来主持例会哦。真正感谢今仔出席，我人不少吼，今仔出席地方是不是真悬啦吼？真正感谢啊！迄个今仔日下暗有咱有一个特别的父亲节活动，就是送这个福音哦。啊，咱嘛真感谢迄个啊做 sports BBBB 吼，伊迄个特别优惠的介绍吼，啊来优惠啊咱大家，互咱大家健康啦吼，会当运动。啊，所以今仔日我呐特别安排咱四位。讲师来给咱讲这福林安怎来运动安尼吼，啊，所以我们讲上多，今仔等下吼，就来请来咱给咱教安尼吼，好，感谢大家，谢谢，多谢，谢谢社长。接下来节目时间，那首先我们先请我们的节目主委何立甫来为我们介绍今天的主讲者。各位社友夫人，大家晚安。那今天这个缘起其实也是很特别，因为社长说要送给大家一个爸爸节的礼物，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下，然后后来就介绍这个狐狸。那当然，这个狐狸渊源我们就要请到那个 Sports PP 的千金，好，大千金，他今天也有来。哎，你也算贵宾哎，我会员，我们给他掌声一下，也谢谢他。是他跟 Sports PP 一起设计的哈，啊，也是专属为我们就是佛人社友设计的一个那个小狐狸的部分哈，这只有我们特殊有，不然他们一般应该都是大的狐狸啊，大家拿到的是小狐狸。那再来的话，就是因为狐狸的话，他们会有东西，可是没有人会教，所以我之前在台中刚好有去健身房，所以就找了我的健身房里面的教练，好，当然他不是教我的教练的，好，不过也是很优秀的教练，好，然后他们是在台中优漾健身，在那个就是西屯路附近这样子。好，那今天请到的是 Eric， 那他是宏光科技大学物理治疗系毕业的，那他有很多的资历可以秀出来，太多的资历，
我念完可能很久了、哦、那他也有美国国家运动医学学院的一个私人教练的一些就是经历的部分、哦、那他也有获得中华民国运动教练学会激励与体能的教练评级、哦、所以诸多的证件证照、哦、所以相当的专业优秀。那、啊、他今天其实也很谢谢他，因为本来一个人来带了三位、哦、就是一起助教来为我们舍友跟夫人服务、哦、我们给他掌声一下，谢谢他们。对，对，就是因为我之前那时候是跟他接洽的，后来才去那个健身房，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们也第一次来服务我们福伦社，所以他们老板也特别重视，所以其实他在先前也一直叫我说，哎，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的社友的职业啊，吼，他们要怎么讲解啊，啊，我们的年龄啊，吼，所以其实相对对我们来讲，其实也蛮重视我们的团体，吼，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出来像做这种服务，那大家假如觉得不错的话，也蛮再改后赏节，然后我们就是一起来欢迎我们的 Eric， 谢谢你。喂，大家好，我叫 Eric， 那我稍微就是要自我介绍一下，我以前还没在当教练的时候，原本是在沙鹿同中和从事那个物理治疗师，就是大家所了解的那个复健师。对，那在做骨科跟复健科的物理治疗师的有将近到2到3年的经验，然后我因为喜欢健身运动训练，那再到运动产业这里，就是从事教练这一行业。那这个是我们的就是优样复合健身会馆。那因为今天我们要介绍这就是壶铃训练这个运动。那壶铃训练这个运动，等一下我会稍微做个讲解，因为重点是在后面，就是我们的教练如何去示范壶铃这些动作，能够帮助每一个人的全身的一些肌耐力，还有包含的就是你的心肺的体力，当然还有包含的全身的协调，这些其实都对身体很有帮助。借由这个壶铃这个动这个器材，这个工具器材，那壶铃训练怎么对身体的帮助？那等一下我先做一个简易的介绍。好，那壶铃啊，它是一种举重跟负重的训练的一个器材。那像其实这个壶铃，它本身只有4公斤而已，其实重点是在壶铃带给身体的一些训练的动作。那壶铃它主要可以到提升你的心肺，就是你的体力、心肺机能，那以及肌力、肌耐力，甚至于爆发力的动作。那其实很多就是银发族或乐龄族，他们都会认为说，哎，为什么我们这个年纪需要爆发力？其实爆发力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你身体的敏捷，你身体的一些人家所说的那个反应能力。哎，例如说你可能平常是在走路啊，或是遇到一些临时的一些动作，你问你的反应能力，身体反应能够反应出来，那你的身体的肌耐力一样重要。因为只有这些壶铃的这一个器材，可以训练到你的上半身、你的下半身，还有包括你的核心躯干的肌耐力。那也可以借由这些训练，让也有研究显示，就是可以让这些训练，让你可以就是避免一些骨质疏松症的状况。那它主要的来源是源自18世纪的俄罗斯。那当时其实是用来做农作物的称重的动作。那后来农民也拿这个壶铃拿过来做一些健身，那当然慢慢渐渐就普及到一些民众。那我图上面那些其实就是一般比较常见的壶铃。那我今天来这里看到这壶铃，其实我觉得很可爱，对，超可爱的，对，因为包含了它的就是造型啦、设计啦，有很像爆米花，看起来很好吃。对啊，那很可爱，而且又是其实又很安全啊。说实在，又很安全，因为这些其实橡胶也蛮，我感觉其实也蛮吸震的。对，所以其实也比较不会像我们传统式的壶铃。我们传统式的壶铃其实它是铸铁锻造的，其实比较容易，如果真的不小心掉落，受伤的程度可能会比较严重一点。好，那我等一下播放。壶铃训练，他在1885年的时候，是在就是俄罗斯这位医生他的提倡下，其实现代体育运动其实逐渐成型。也就是这位医生，然后他向俄罗斯体育界介绍壶铃运动。那
俄罗斯他的研究所有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其实壶铃它是一个能够强化整合你的全身的体能一个绝佳的工具，那也是可以成为俄罗斯军队的一个最佳的体能训练。那刚才我为大家介绍那一段影片，那他也是在做一些壶铃的全身，例如说深蹲，甚至于拿一个重量往上推的动作。所以并不是说，就是一般民众都会认为说，这些训练好像就是年轻人啊在做使用，其实不是，反正任何年纪都需要做这些训练，对。等一下的时候，就是会有我们的专业的，就是壶铃教练邓教练，以及我们的就是林教练为大家就是示范跟这些壶铃的上半身、下半身跟核心躯干，还有全身的动作。好，那对，那小心，摸摸鱼，简单的。好，那请各位大哥大姐哦，我们先站起来，先把壶铃先放在旁边，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一些静态伸展跟动态伸展。好，如果有穿外套的话，可以先脱下来。我们等一下要活动一下身体。先做一点点先运动哦。好，那请各位可以到中间这个空地来，那彼此拉开一点点的距离。好，等一下我们这边做一些简单的一些伸展。好，非常稳重啊！哦，那你够稳重的，那你够腰。没有没有，可以啊，没有没有。好，来，等一下，来，我们先把双手好，来，从后面这边。十指交扣，然后肩膀下沉，那下巴抬高往天花板方向，然后停留在这边做五次的深呼吸。好，然后感觉到你的肩胛骨，尽量把你的背往后收住。好，有点类似做挺胸的感觉。好，接下来我们的头回正。好，一样肩膀位置都没有变，只有脖子转到右边去。对，那停留三次的深呼吸。好，接着回正。好，一样来，我们往左边转。好，那我们活动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肩膀哦，肩膀整个活动度我们需要做一点打开哦。简单的来，我们双手往上做抬高，对，吸，好，吐气，很好，我们来，我做十次，来做吐气，好，尽量的深吸，对，一直吸气啊，嘴巴吐气，对，吸，好，吐，对，好，再来，气，再来，吐气，好，最后两下哈，来吸，好，吐，好，吸。好，吐气。好，接下来一样，我们双臂打开，打坐，旋转，对，好，去活动一下你的肩膀，对，掌心向上往天花板方向，哦，对，接下来去做打开，对，好，再往前绕回来，对。好，接下来我们换的是，我们刚刚做的啊，没有没有哈，我们刚刚做的哈，是我们上半身最大的一个关节活动度，就是我们的肩膀，我们活动度要打开。接下来我们要换到下半身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骨盆这个位置，它是髋关节，好，一样，等一下我们做十次的抬脚，十次的抬脚，单脚抬起来就好哦，单脚抬起来。另外一只手也可以稍微对，然后你可以叉着腰，或是手叉腰，对，手叉腰就好哦，简单的动作而已，好，对，手可以稍微扶住，对，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可以先扶着旁边的伙伴或是桌子、椅子都可以。哦，算了，我们换边了，可以啊，不好意思，我教练没有跟你提醒，做十次就可以换边了啊。好，接下来换脚哈，换脚去抬，对。弯脚抬高，对，
好，做完十次可以放下。好，接着来看一下哦，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要做的动作是，踮脚尖，哦，脚背勾起来，好，一样我们双手做叉腰，往前做劲离，然后看一下哦，这边的左脚呢，屁股往后推，好，左脚有点微微的弯曲，哦，有拉到你的右边的大腿的后侧，这样就可以微微感觉到紧紧的，这样就好，好，这是静态的一个拉伸哈，我们停留在这边做二十秒，好，吸气，慢慢的吐气。那我们的练教练可以去帮大家看一下，对，没听说。好，我会有点酸哈，好，再回来，好，我们换脚再做一次哈，来盯着，哎，来往前做劲离，屁股往后推，哎，屁股往后推，好，对，有点拉筋的感觉，哦，有点拉筋哦，对，有点紧紧的，啊，对。因为我们平常哦都是长期的去坐着，那我们造成我们膝盖去弯曲哦，那我们腿后呢通常都会比较紧绷一点。好，我们再回来，很好。接下来我们刚刚回到刚刚的位置，我们要打开关节活动度，我们要做抬脚往外展，对，外展，对，你等一下外展，对，哎，哦，我有点卡卡的，哎。如果可以的话，试试看你的抬高到你可以控制的关节的角度，尽可能去抬高就好。对，好，接下来我们换脚。对，需要辅助的时候没有关系，先扶一下哈，也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好 ，OK， 最后一个伸展动作。女生哦，让跑啊！你快流汗的，跟他说呢。好，现在有流汗吗？有一点点吗？还没有吗？大家的体力不一样啊，我们也要让大家是公平一点的啊。有的虽然有那个体力哈会有落差，那没关系，我们先慢慢的来。好，最后一个伸展动作，来，我们做。弓箭步，好，那弓箭步要怎么做？往前跨一步，好，后脚这一只脚是伸直，脚尖垫地，好，垫地，啊，两个脚尖都是朝向正前方，上半身保持平行，好，头顶延伸，下巴微微收紧，好，接下来我们带入上半身的动作哈，从我们这边的膝盖，哦，左手到我们的右膝外侧，来往外打开，对，好，吸气，啊，对，回来。再往外打开，吐气，哎，好，回来吸气，好，做吐气，对，吸，好，吐五，很好，再做五下哈，吸，好，做吐气，再来吸，好，做吐气，再往开吸，做吐气，来，吐气，来，最后五，好，接下来我们换另外一边，好，有感觉到不舒服的情况吗？没有哈，那我们就继续做哈。对，好，来 ，OK， 来继续。五，哎，回来吸气，好，来做吐气。二，三，很好。四，对，再来。五，来，六，再来，七，再来，八，最后两下哦。九。十 ，OK， 好，现在大家稍微身体有热起来了，接着我们就可以来拿壶铃了。哦，接下来我们先把壶铃给拿到你的手边，那我们要教大家如何去握住这个壶铃。那个就可以在这边帮大家示范一下，然后对，我会。啊，对，没关系。好，现在大家手边都有壶铃吗？有。然后，好，我们简单的持壶哦，我们有这样的握壶的方式。啊，等一下还有架壶的方式哦，就是需要这样子。我们请令教练先帮我示范一下哦。先握住这边。
哦，可以看一下哦，虎口朝向正上方哦，那你的握虎的这个握把的位置呢，会是有点斜斜的感觉哦。如果你有感觉到是比较平的，我们要转成是斜的，对，这样呢，它的虎领的接触面才会比较大。你等一下在握虎的时候呢，会架在你的手臂上。哦，你的前臂手臂上，给大家看。对，没关系，等一下我们会做这个动作。好，不用赶，等一下做了，等一下怕大家手会很酸哦。好，这样的握虎，好，接下来我们四指包覆起来，轻轻的包着就好，啊，不要握得太紧哦，因为我们握虎领的方式哦，不会把它很紧的去把它给握住，它是算是持虎架住而已。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来立。把它给立起来，对，往上推，对，好，再往下放回来，好，接下来你帮我做虎屁股朝上的这种握虎方式，这一种也是其中一种的握虎方式哈，哦，这会很快，对，你的虎屁股是朝上方的，哎，怎么不行？对，怎么会拿不起来哈，哦？有时候这个是可以练到什么？练到你手抓的能力，好，抓的能力。对哦，这个握力也非常重要哈，哦。我们等一下来试看看，刚刚架虎那个方式是比较轻松一点点的。对，这个是架虎。好，哦，好，现在我们回到架虎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架虎。对，架虎的位置。好，哦，来，把这来把它转回来。对，哦，架虎的位置哦，来，那很重要一点哈，哦，来，先请令帮我左转一下架虎位置哈，哦，我们这个手臂呢，它会收进来到我们的身体内侧。再往前做推点，然后这样，对，那你可以看一下哈，哦，他的拳头会在他的转过来，转向一下，对，在他的下巴，对，在他下巴处，哦，也就是我们的锁骨的位置。好，等一下会从这个位置呢往上推上去，打右，哦，用力的打右，你就可以把它给举上去了。那可能会有一点肩膀不舒服的朋友呢，那没有关系，不要推上去。好，哦，你们只要架着就可以了。哦，这个怕有一点，因为有重量，也是怕你们会有点危险。好，哦，好，接下来我们推单边推五次就好，五次就可以了。好，来 ，Go， 一，哎，很好，来二，可以配合呼吸，对，三，哎，很好，那配合呼吸哦，吐气的时候往上推，对，回来的时候保持吸气，鼻子吸气，好，上做图，哎，很好。好，我们换手来推看看。啊，如果有表带的，有戴手表的朋友哦，可以把表带转到我们的手腕内侧就可以了。换另外一只手，双手都要对着。对，那你两手给你。好，现在绑在好裤腰带上面也可以。这边绑好一点。先休息了，先休息。来，你们用力量压在前面一点点，好不好？OK 哦，我们现在换了左手，来，大家看一下哈，我们的令教练，好，来，大家请跟着他一起做，来，预备 ，Go， 哎，一，很好，来，二，对，再来，三，记得配合呼吸哦，四，好，再来，五 ，OK， 好，放下，我都是只有活动一下你的肩膀而已，接下来比较难一点的，我们把它给立起来。哦，这个比较难哦。哦，对，立虎，好，哦，你的屁股是朝上面的，虎屁股是底座是朝上面的。哦，朝上面的哦。难掌握了，好，那可能刚刚有一些我们，哦，女生的话，哦，力量可能会比较小一点。如果没有办法立虎，可能会有点晃，没关系，那我们就改成是刚刚的架虎动作，再做一次这样就好。立虎哦，可能会比较难一点。对，哦，那会很晃。所以它会很活跃你的肩关节，哦，我刚刚讲了这么久的废话，就是在让你去撑住而已，好，哦，不要让你们休息。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一次哈，哦，来一样一边来推五下哈，哦，来慢慢的顺顺的把它给推上去，对，一样打用，对，啊，如果推不到的朋友没关系，就改成这样的方式就好了，哦，会很晃，好，三，对，再来四，哎。再来五，对，接下来我们换成左手哈，哦，
左手一般都不是你的惯用手，所以会更快。为什么用左手？好。OK 哦，来，接着我们开始哈，来，预备 ，Go， 一，哎，很好，来，二，来，三，来，四，来，五，好 ，OK， 放下来。好，接着我们先把壶铃给放下来。会感觉到酸吗？重，我会有点重哦。这个重量有时候对女生在推的时候，有时候会比较没有那么友善一点。有两公斤的吗？如果有推不到的部分，可以改成是两公斤的。对对对对对，好，两公斤的，这个给你，这个来。对，有些人两公斤的话，那是 OK。因为其他情况下 OK， 所以我改成一点进阶，它就一点无力的风车。好，请大家直接风车就好。来，我们现在来做哈，刚刚推起来哈，这是只有手臂的动作而已。好，接下来我们要加入的是下半身的动作跟旋转的动作，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做很有名的一个壶铃的训练的动作，叫做风车。这个也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做。壶铃有很多的训练，包括投掷啊、砍柴啊，对，都可以。哎，高尔夫球选手也会拿这个做训练，对，这是非常棒的一个训练。但是要小心一下，就是因为它碰到骨盆，所以你如果没有活动太，有时候它会拉到，怕甩出去，那也会。如果你跟他有仇，可以把他手放开。好，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风车它会动到我们的下肢。好，刚刚手臂的动作都没有变，它只有带入到了旋转，然后骨盆往另外一侧推。大家可以做看看，做不到没有关系哦。等一下，来，先从我们力先开始，来，对，风车，对，架着以后来，来，那个力你先转回来到正面请给大家看哦。那我们风车哦，现在是右手持斧，等一下我们要做的是左边转四分之一，左转四分之一，好，两个脚可以看一下哦，可以看一下的脚，对，但是它上半身还是面向正面的哦，对，还是面向正面。这一手右手做稳定，左手放在下面，掌心朝前方，贴着你的左边大腿的内侧。对，好，顺顺的来，上半身慢慢的往下推下去的时候，你的屁股尽量的往左右边推，但是这个手的位置要让它做稳定。对，有点下腰的感觉哦。好，再慢慢的回来。对。手要伸直啊！手要伸直哦。如果很累的朋友，如果觉得手会很酸的，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壶铃呢改到是左手的位置。好，再来，我们一样做五次哦。来 ，Go。吸哦，手臂要伸直，尽量去伸直，手往上推哦。碰不到你的鞋带没有关系哦，你只要碰到膝盖就好，过了你的膝盖就可以再回来。对，手要往上，手臂会很酸，对，手要伸直往上推，对，对，很好。好，三，好，再慢慢的回来，对，好，再下去，对，手往天花板的方向推，是，如果觉得不太行，没关系，先回来那个下巴地方。好，来 ，Go， 再来，这个动作会比较大一点吧。那我们的手尽量是往上伸直，手打直，但不要把关节给锁定住，不要锁到死，自然的伸直，这样就好，保持一点关节的一些弹性哦。接下来我们换另外一边。对，一样，那我们就是反向的而已。好，四分之一，然后上半身转回来，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对，好，一样推，把你的屁股往左边推，对，好，再回来，对，好，来 ，Go， 再下去，
好，来，再回来。对，大姐今天晚上你身体有很好，对，太棒了，太棒了。啊，没有用重量也可以做，这个动作非常好。对，哦，可以活动你全身的肌肉。对。哎、欸，还不错，不错，你做得很好。辛苦了，辛苦了。对，再回来。来，最后一下。好，来 ，Go。哦，来。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练壶铃哦，可以吗？还可以吗？可以哦，这都还是热身哦。这都还是热身哦，只是做一点点的一些身体的一些稳定哈、哦、啊，我们是只有做这个很像这个瑜伽这些动作、哦，都是把你的身体活动都给打开，为了方便我们等一下做的一些训练哦。好，接着我们就进入到真正我们等一下要做讲解的有动作的舞礼哈，当然就是要做的是硬举 ，OK， 啊，你要硬举吗？好，可以硬举。那等一下我们就请Lin教练来帮我们做指导，我来做一个示范。Hello， 我是Lin教练。那等一下，下一个动作是做硬举。硬举可能大家听起来会觉得说这是什么动作，可是其实大家每天都在做，就像我们弯腰捡东西，对，就像Lin哥这样子弯腰捡东西。那大家在捡东西的时候都很容易像这样子弯腰驼背。所以拿起来的时候就会，我不小心闪到腰，所以我接下来教一个大家如何搬重的时候不会闪到腰。好，我们可以试着先把壶铃先放到地板上就好了。OK， 然后好，就是你的双脚可以站在壶铃的两侧 ，OK， 像Jenny哥这样，双脚站在壶铃的两侧，大概双脚站去就跟你的肩膀一样宽就好了。对对，就像我们平常站姿一样。好，我们先学李正。对，小时候我就是唱国歌不是都要李正，因为我就想象李正，然后让你的膝盖微微的弯曲一点点就好，不是往前推哦，微微的弯曲一点点。好，想象着你的屁股像在做个敬礼的姿势。我们以前李正完之后不是都老师好之类的，所以我们想象屁股去往后推，然后让你的背打直，对，不是这样弯腰下去，而是让你的背打直。然后头顶往上延伸的感觉，然后胸口挺起来。好，我们来这个屁股往后推的姿势。好，现在可以看 Danny 哥这边屁股往后推。好，我们先推弯腰，对对，背打直。对，好，双手慢慢的碰到壶铃的握把两侧。对，想看你在捡东西，对，就像在捡东西一样。对对对，好，然后慢慢的把这个重物提起来。对。那就完成了，不是很简单，就是硬举，其他没有想象中的真难，但其实就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一件事情而已。好，再重复的动作，一样把这个重物慢慢的放到地板上，要直直的放下去哦，对，然后让你的屁股去往后推，放到地板上再拿起来，对，大家很棒，大家都学会硬举了，没错，就是这么简单，对，好，那我们重复五次好不好？来 ，Go， 一，好，轻轻放地板上，对。好，往下的时候尽量慢一点，保持吸气，往下吸气，好，吐气往上，对，好，来吸气，对，感觉你的屁股下去的时候是往后推，往上的时候再把屁股推回来，就这样子而已。对对对对对。深蹲，蹲很像深蹲，有点像，有点像，对，有点像。但是它是把你的屁股往后正后方去推，对。好，我们再一次就好了。卡身卡起来，卡身卡起来，跳卡身。对，翘屁股的感觉，把你的屁股翘出去的感觉。对。好，好，大家休息一下。当我们以后拿重，就是在地板上搬重物的时候，不要再像以前一样这样弯腰下去搬，因为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腰椎其实是会很容易受伤的。所以我们今天学会的，以后搬重物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子的方式去做搬重。好，我们再第二次。好，我们再。好，那我们再一次哦。对，没有问题。我们用我们的躯干搬。屁股就是我们的屁股，就是我们的髋跟我们的膝。好，爬升，爬升，爬升。等一下啊！我先问一下大家啊，就是刚刚大家在做，有没有感觉到是腰在酸的？酸了吗？有腰在酸的哈，那都是可能跟你的这个
这个身体的这些活动度有关系，所以可能平常在拿重物的时候没有用到下半身的力量，就用到你的屁股跟用到你腿的力量，就是腿后的力量还有肚子的核心。所以我们刚刚有介绍到，就是普里它可以很好介绍训练到我们核心，就可以消一点肚子，就建立你的一些身体的一个刚性。这个算就不对了。对，这个一算就是我们可能跪姿可能可以再做一些不一样的动作来做一些改善，把它关节位置做一点变化。对，每个人的关节角度有点不太一样。对，如果你刚刚做这个动作会是屁股酸的朋友，那很好，恭喜你的屁股是有功能的。对。这个做法可以像屁股会跳，屁股是跳，对，哎，对对对，可以屁股会跳，对，就像是在做静止的姿势，背直一点，对对对，背直，大哥很棒，大哥我们来那个示范一下好不好？大哥很 special 的，哦，鼓励一下，鼓励一个背台的感觉，好。不知道那我们再来试一次好不好？第一次可能稍微比较不熟悉，然后 多做几次大家应该就会很熟。好，那我们一样站在就是壶铃的双脚站在与壶铃的就是两侧，对，肩膀，然后对，然后等一下做你这个姿势，然后我们再一次哦，让你的膝盖微微弯曲，然后屁股往后推出去，对，让你的髋就是屁股往正后方去推，对，然后握到壶铃握把之后直直的站起来挺直，好，往下的时候尽量慢一点吸气，好，来吐气上，不要憋气哦，我们一起来吸下吸吐气上，对，大家很棒，来吸吸气慢慢下，好，来吐气往上，对，屁股往后去推吸，来吐气上，像你在拿东西一样，来下吸，我不会吐气往上 ，OK， 那有办法休息一下下。Okay, 有没有这一组有没有大家比较熟悉一点的？看前面好。大家可以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本来腰就有一点好，好，大家请喝口水一下。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带的训练会比较激烈一点点。接近我们自己的身长的一个两倍，手臂外展，大概这个空间你可以不会去打到旁边所有的周遭的障碍物，这样就可以了。身穿轻着的，就是轻便的这些服装，运动短裤或是好的一些球鞋，不要穿球鞋，穿一些训练鞋或比较平底的硬底鞋，这个因为我们有拿重量而且会去甩，这是怕你平常如果穿的鞋子如果太软，等一下会有点重心不稳，会有点倒。对，这个是我们平常在壶铃训练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小细节。好，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等一下要做的叫做壶铃的荡壶。那壶铃荡壶哈，我们都就从刚刚的那个应举的那个姿势来做一点点的变化就好，好，因为我们就没有在比较多的时间，好，就重新讲解，很快的就可以让大家去达到这个荡壶的这个效果，它可以很快很好的去练到我们的肚子的核心，还有我们的屁股、臀大肌这两块哦，会刚刚从应举的姿势来做变化，你只要再拿起来这个姿势呢，下去到我们的膝盖以上。这个三角形，这个小空间，壶铃是由下塞进去。那快速的想象，你有人从你背后擦你屁股，踢你屁股，好，哎呦，哎呀，那你壶铃就会怎样？会喷出去。对，所以喷出去的时候呢，你的双手呢，要把你的壶铃呢握好，好，以防它飞出去。好，所以你的肩膀是我们刚刚活化了一些肩膀的这些功能，就是要让你稳定的去把壶铃给握好。好，吸，吐气，吸，吐气，哎，吸，吐气。那荡的高度可以荡到跟你的肩膀、胸部同高。好，推，哎，推，迅速的收紧屁股往前推，哎，荡，很好，来再荡。配合呼吸，不要憋气哦。吐气，好，吸，吐气，吸，好，做吐气，吸，来快速的吐气。吐气，吐气，好 ，OK， 来慢慢的回来，慢慢的让摆荡不要那么大，对，慢慢的缓和一下，对，好，那接着一样，回到原本的姿势，轻轻的把这个重量给放下，好，有点喘，好，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一点。训练的时间，我们会倒数计时一下。等一下，我们就中间不间断的甩一分钟，甩一分钟，甩一分钟，好。然后我们会甩两组。好，因为刚刚大家有吃饭啊，因为这样子身体会摆荡会比较激烈一点点，那也怕避免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发生，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甩两分钟就好。好，我们中间休息30秒。好 ，OK。好，慢慢的缓和，深呼吸，配合呼吸一下哈。好，那有要开始运动的朋友，请拿。对，对，好，我们接着把壶铃给拿起来。好，那我会开始倒数计时，跟着教练甩一分钟。OK， 预备 ，Go， 来，吐气吸，好，做吐气。甩到跟你的肩同高，屁股往后推，屁股往后推，屁股往后推，哎，把壶铃塞到胯下，塞进去推，塞进去推出去，推出去吸，推吸，好推，累了吗？还有呼吸哦，不要憋气哦，还有30秒哦。吸，好，吐气，吸，吐气，还有20秒，吸，20秒，吸，10 9 8 7 6 5 4 3 2 1，好，来休息。好，为什么我们甩一分钟啊？壶铃20分钟的训练可以消耗400大。哦，对啊，对啊，很辣吧？辣吧？很辣的阿爸。都会身体感觉到热起来了。
哦，甩一分钟，笑很大。没有 feel 吗？是你晕头了，很认真，很认真。卡路里加我的嘛？哦，人多了，吃一顿正饭哦，差不多得啦。你若是二十分，哦，二十五分，差不多你吃来多少拢消耗。所以当然要认真练啦，不是说我这样子甩甩就可以哦，那个消耗这么多啦。好，还是要有一点点的阻力，一点点的重量。好，那个只是说我们会有消耗这些东西，是因为代表是壶铃训练，它是一个很好训练核心的动作。好，我们废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进行最后一分钟，来，最后一分钟，加油。来，预备哦，跟着教练一起做好、哦。来，预备 ，Go！ 来，来，二，好，来，吐气，吸，吐气，吸，吐气，屁股往后推，上半身往前弯。好，来，吐气，拿。他这个没办对，屁股往后推，上半身往前弯，上半身往前弯多一点，像鞠躬一样。对，很像鞠躬哦，大概接近45度的鞠躬。好，还有30秒，30秒，还有呼吸，加油。推出去的时候要站直哦，推出去的时候要站直。对，还有10秒，推出去要站直。8、7、6、5、4、3、2、1，好，哎 ，OK， 哇，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一下，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哇，赞赞赞，我看看一下，教练，对，是来，什么时候要洗手？对。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讲解一下，因为大家都是刚刚在配合这些东西。来，你来说一下哦。不要打扰。我们刚刚的一个呼吸方式哦，其实就很像我们这电重训哦，主要是在我们的肌肉用力的时候你就呼吸。哦，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你肌肉用力的时候是呼吸。那壶铃训练，因为它会有摆荡。那有的人是吸气下去的时候他不吸气，或是吐气，壶铃的摆荡有没有？他呼吸法因人而异。对，那如果我们等一下在做重训的时候会比较 cue 大家有没有？大家为什么在刚刚往上推的时候会叫你出要吐气？因为那是肌肉在收缩的时候是一个吐气。那有动作的时候呢，这一种两种呼吸方式，你用力吐气或是在你肌肉做拉伸的时候吐气都可以。对，好，大哥你请坐。你感觉在摔的时候，对，你摔进去打到屁股最好。哦，真的吗？现在恭喜贺，阿联雄贺。你屁股哈、哦，哎，这样怕。看看你屁股。哎呀，他自己摸的话就是这样子弹过来这样。这弹跟哦，这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好，那接着等一下我们来做最后一个。动作就叫做深蹲，好，那深蹲等一下就是我们站上来的时候会做吐气了，就很像我们刚刚那个影片那个动作，它就是蹲下，对，站起来，我们做一组的深蹲，第二组呢，我们就做刚刚那个影片一样，蹲下去，但是再把壶铃给往上举，好，这样的动作更难一点哦，对，好，我的伙伴跟着教练一起来做吧，来。对对对对，好，对，好，来，接下来我们一样哦，手持壶铃握住握把的两端，对，双脚站开，跟与肩膀同宽，然后我们请令教练来在前面一下，对，那很像刚刚的硬举动作，但有点不太一样，是因为他的膝盖弯曲会比较多一点。想象你的屁股后面有一张椅子，你要点往后坐，往后坐，对，那上半身保持直立哈，头顶延伸，下半围收紧，好，一样哦。下去的时候蹲下去，好，想象你后面有一个马桶或椅子，来 ，Go， 吸气，对，蹲下去，好，上，站上来，吐气，很好，一，来，再下，二，
气。哎，很好，再来，三，上，做吐气。对，再来，四，好，做吐气。好，再来，下去，来，做吐气。对，好，来过，六，再来，七，好，再来，八，对。哈哈哈，好，来，握着，哎，来，蹲，哎，好，吐气，最后五下，来 ，Go， 嗯，好，再来哦，十二，来，十三，来，十四，蹲下去，好，上来吐气，最后一下，来。Go， 很好的，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最难的动作了。都换上了，这是什么？这个，那应该要请他来为我们做这些示范一下，可以吗？好不好？年轻呢，对不对？我问一下，就说你几岁？三十哦，那很年轻呢、啊，对啊，比我还小，对啊，好，其实运动哦，不分年龄哦，只要你从什么时间开始，你就是应该要做运动，因为这个现在现行社会上，我们比较容易去发生到这肌肉肌少症哦。大家如果听过的话，尤其是在好发族群，在一些比较体重比较轻的人啊，尤其是在女生啊，当然男生的话就是在。大概在65岁以后，哦，这些高年龄层的这些族群，他们的功能上面比较容易丧失。那我们做到锻炼这个骨龄，最主要就是可以训练到你这些身体上的功能啊、协调啊，增加一点点的肌肉，主要是在帮助说你的日常生活中，就像刚刚那个广告一样，我们可以很好的去做你应该要做的事情而已。对，不是说我们的体态要练得多好，没有这种东西哦，就是。我们只要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样就可以了，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训练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做最后一个动作，来 ，Go， 好，最后一个了哦，蹲下去加往上推，往前推，对，好，怎么样？先做深蹲，蹲上来的时候再往上推，好，吸气，好，蹲上来的时候顺手的往上推上去，对，那这个动作更大更难一点，对，再蹲，再上，对，很好，三，来。四，对，再来，五，再来，六，好，来，七，吐气哈，再来蹲下来，上推吐气，九，再来，十，最后五下，加油，十一，好，来蹲下。十二，对，再来蹲下，来十三，最后两下，四，最后了哦，十五，很好，我们轻轻的把给骨龄给放到地面，然后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好，那我们最后来带大家收操一下哈，那我们请立，一样抱着，没关系，那你就做平常的那个。收操的动作就好，深蹲，没有深蹲，深蹲就是简单的一些拉伸这样就可以。我要令教练突然都忘记了，没关系啊。帮我们收操一下哈，来，等一下我们来做，简单的一个收操，好，比较大的动作，好，来做一点点的伸展，对，很好，哎，在这边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拉伸。好，我们刚刚有动用到我们的骨盆哈，就是我们屁股啊，所以我们屁股会这边稍微把它拉一下，还有臀部拉一下。对，刚刚的动作只是加入上半身而已。好，接下来我们换到另外一边。对，很好很好，对，就是这样子。对，好，接着来，双手十指交扣，来，掌心朝向前方，
来往天花板上带，对，很好。来，接着我们的身体往屁股往左边，身体往右边，对，好，做一点简单的一些拉伸，对，哦，很紧哦，那你不要小心，不要把你的身体给拉伤了，哦，这是你的身体。好，接下来我们回来，来换到另外一边去，来，尽可能的把你的屁股往另外一个方向推，对。好 ，OK， 双手慢慢的放下。好，我们今天的鼓励部分到这边结束，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好，那最后来开放一点时间，大家的一个鼓励的一个 Q&A。好，大家目前在鼓励操作上有什么样一个疑问，或是比较不会的地方，可以询问一下我们教练。大官咧，马路哩，下好不要跑追，下好好追哦。你讲超超回来，什么理财？不过打开你不玩，那更没法追。那发过啦，没发过啦。大概应该大概会有基金在注意吧。我现在搭，这个运动很好，我要请问你，是早上起来来做，还是睡觉前？来，这个问题就好了。睡觉前哦，比较不方便。好，来预预一下哈，预咱运动是拄啊伫个新陈代谢里上来，好，看完以后新陈代谢你在下降的时候，我们运动的时候会让你这个叫做神经哦，交感神经比较旺盛一点。那你太旺盛呢，你被捆，因为你要想捆，你要太多啦，对不对？来，那你掌握到我们的交感神经的就是交感神经比较旺盛的时候，你才会想睡觉，而这个时候就会有错。可以写一下，好，运动调查表，可以快速的帮我写一下，对。好，热起来了哦。你穿长的很好，可以啊哦。我懂了，懂了，记得训练起就好了。你休息的，你的当添加我们训练。行不行？哇！那小课啊，十五九啊，健身好可以吗？对对对，那个也很棒，那个也棒。我那有一个学生，就是也是一样这样在运动。对对对，啊，语文那边我看的是光，一代运动，或者是教练去帮你设计每个学生的一些，比方说你的强度在哪里？哦，因为我们今天是比较针对大家的，基础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带的动作就是大家都可以简单做得到，考虑到大家的情况，好，那如果是在比如说个人的一些服务上面的，我们常常当然就是有一对一的一个教学，好，那我们在做的话，就针对个人的一个体态来做一些强化，好，基地的训练，我们有那些学生哈，很多教练他们都带到非常非常的好哈，就是来的之前呢，他们都是零基础，到后面呢，都可以把你自己本身的重量给拉起来，硬举，刚刚做的硬举。
女生哈、哦，甚至可以拉到1.5倍。1.5倍什么概念呢？一个44岁的大姐，对，体重60公斤，她可以拉破100，只要把她拉起来，那个就是很很有力量的。哦，这个当然就是依照个人的需求哦，没有说说、哎、我一定要练到这样子，没有，就是依照你个人需求。所以教练最主要是跟着你，帮你做你个人的一个些指导跟训练，对，然后推荐你一些适合的运动。女性专属健身房，对，哦，这个是可以保护一些女性会员哦，羽球场啊，还有我们的羽球部的一些商品。哦，目前大家都有知道，是说哦，这个戴资颖啊，哦，还有林洋这个男子哦金牌，所以呢，他跟我们配合的是 Unis 的这些运动品牌哦，目前都有在我们场馆做贩卖。还有草皮区多功能训练的一些循环小教室。对，包括甩战绳啊，都可以在这个场馆里面，你都可以用到。所以可以约着三朋好友，大家一起过来运动。对，有氧随时欢迎你。好、啊，我们那边没有游泳池。啊，我们有氧 Unis。有氧课程啊，因为他可以挑了一些大航班，我觉得瑜伽啦，哎。再次掌声谢谢教练哦。那我们社长慎重开马费。大家还有没有问题要问我们健身教练的啊？哎呀，还有1分钟的时间哦。先拍个照了哈，等一下。赠送社旗及我们的车马费纪念品，来，请大家掌声鼓励。好，谢谢我们几位教练。
那请社长秘书回座，副总监回座。接下来我们秘书报告。秘书报告，下周第2212次例会，110年8月12号星期四，参叙联谊下午6点半，请例会开始，下午7点准时。例会地点：沙鹿成都川菜馆。主讲人：新社友 ，Highball 的新社友，自我介绍。我们下礼拜四还要开，除了新社友介绍之外，还要开理事会。然后我们第二点社务行政会议邀请 D3 分区 Sake2 助理总监亲临指导，因总监工坊采 Google Meeting 视讯例会，时间是110年8月19星期四下午7点20报到。我们那时候的8月19就是视讯例会了，我们会在PO 连接给上群组，我们一整天工坊为主。好，以上报告。好，谢谢我们秘书报告。纠察报告，我们的社长 Global 黄奕几千块，助理总监 Sake2 黄奕几千块，副助理总监还是咱 IPP 链的黄奕500块，以上纠察报告。好，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那请我们社长鸣钟闭会。好，谢谢。今天哈，真正感谢四位老师哈，四位教练哈来帮忙，多少分健康啊！哦，谢谢，多谢。上一次我们那个颁奖啊，对，上一次的那个最佳主厨奖、最佳米其林。哦，好、哦。什么奖哈？哦，电话也有哈。那我们上一次我们那个自信例会那个什么？那三位得奖人啊，我们最佳米其林主厨，我们谢夫人美凤姐。最佳料理奖，我们寿司夫人。加创意奖 ，Highball 女夫人。好，感谢大家。各位朋友，我补充一下，就是咱9月2号是公事访问，公事访问已经是用视讯的吼，
风湿性风湿往后，啊，所以咱伫咧十九，伫进行的应该是一礼拜，但是咱即马进行两礼拜。十九迄天哦，迄天咱的社会行政会议哦，就是因为风湿往后头前的是练习啊，有到处的报告，所以咱就有人会用视讯啊，用视讯会议，啊，迄个。我迄，那个啊，过来就是下礼拜，下礼拜吼，是毋是要照今日模式？咱即摆在座大家，我征求看大家意见嘛，安怎？那今日这个模式可以，我们是嘛是用实体会聚会，好不好？好，下礼拜。行啊。下礼拜我们用实体聚会好不好？好好好，就大家刚刚用了出席哦，哈，谢谢大家。啊，今日感谢四位教练，啊，甲咱全省是咱的各个小友甲夫人哦，啊，大家今日踊跃来参加这个例会，多谢，今日全部闭会，谢谢。